剪咗一剪我嘅 daily vlog 啦，咁转头咧我要出出门，咁我平时出门咧带呢五样嘢就得啦，我嘅银包啦，锁匙啦，我嘅蓝牙耳机啦，因为我中意听歌，口罩啦，疫情期间同埋电话，咁有呢五样嘢就可以出街啦。Shuttle 嘅 solo， 系啊，再买呢个呢一成，就系你嘅最佳配置。好惨啊，一个人，都唔系有位听众，你会出现喺我嘅 vlog 度。呢个都唔啱数。拣好未啊？糾結嘅人，no sorry，